我要冻袂调啊，紧的啊，足疼的啦，要脚掌要开花呀哦！啊？哦，雾极呐，雾极炮啊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安尼我要炸一套，因为安拍袂啊雾极，头前拍袂啊雾极，安炸一套，一套迄个炼金小兵哦，炼金小兵流，先把安尼装备用起来，装备弄起来，我们再来打架。哦，你没贴到，你没有贴到，尴尬，尴尬咯，没贴到，安尼我就无客气啊，哇，没赚到，哎呦喂啊，我还50块啦，哎呀，没得啦，兄弟照过来，因为伊甲伊下行做伙。这个蝴蝶熊熊，安尼照过来，袂使哦，不可以哦，袂当安尼哦，吼，打没有，这你想要台湾？哦，不要这样啊！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莉莉安，我爱你哈，50块，水。你回家是不是？哦，竟然放他回家，啊，无伊走去中路。哇哦！哇，真了好，真了，感谢莉莉安哦。啊，无我家刚才全部拍袂上来出去。伊拢走来遮贴一只呢，淡薄麻烦呢。然后走来遮贴一只，真过分。哎，我哪样卡枪？喂，我哪？哦，啊是啥人给我拍着？哪这么疼？一下是不是啊？我开大招了，伊动，结果我又一下安尼扑一下，安尼我会回的，我他妈牛逼！安尼袂使哦，安先把炎魔战甲做出来好。其实唔免做炎魔战甲，只是我想要做双塔，我想要做一个伤害流的，靠港修的，靠金港修安尼。再跳一个，别惊我跳。我做高级幼儿，我做一下高级幼儿。融化吼，牛气哦！救人哦，不要啊！阿妈甲队友害死，我来啊！放心，有我伫个哦，伊无摸啊，伊无摸啊，甲站个。等下，我刚刚喜欢炎魔战甲改休息，是不是？在哪拍摄？哇！炎魔战甲刚刚全员改休息，无欠无欠，哇！炎魔战甲刚刚全员改休息，你很拍摄。65块，65块，哎，安那变55块，我可能装备爱做调整一下，因为吼，我若无出一下龙骨剑，可能无人有我都可以嘞，可能没有人可以拿那个什么啊，拿那个物质有办法，我决定要来出龙骨剑了，人家怕一怕尾气就。也着你啊，我今日55块，水啦，就是安尼。就好赚嘞，真正够好赚嘞，该拍是够钱好赚，超过300块的鸡蛋。哦，这攻速这么紧着，你敢挡得掉？迄个蓝条的敢挡得掉？小兔兔的攻速够紧的啊，天啊！
真不愧是小兔兔啊。啊，就这样。成长啊，成长啊，变得快逃，快逃，变得紧走，紧走，紧走，紧走。我甲恁讲，安生这游戏吼，虽然讲吼招牌介重要，但是有一点阁愈重要，卖队友。哦，卖队友嘛是介重要，因为你若无卖队友，就是你欠卖去。有当时你去欠卖去吼，连带损失较严重。我想甲物质插到东西哦。这个卖就是插物质。我爱伫边啊切割，爱伫边啊拍一个切割点。注意哦，注意哦，唔通硬拍哦，唔通硬拍哦，来，叫一个，抓到你啊哦，走一堆，内裤搞出来。今天六十五块对凯撒，打个对凯撒，我动伊头前，我用奶口来挖，把伊只拍好死得。我来，哇，无敌香港脚！哇，雄金崩塔！哇，蓝西啊，蓝西啊，蓝西啊！变罗西啊，来听中路啊，罗西！入去啦！入去蒙！哇！我真正有拍败去。哇！浪费凯撒！天啊！我咧射神呢，伊咧射神啊！无多啊！伊咧射神啊！你看啦！啊，拄我下当蒙伊，我爱蒙啦！啊，今嘛袂当蒙伊，较袂入去蒙啦！啊，他妈迄个，也袂得拍着啦！算了，啊，那有人拍起来了，等你出动，我来没来啊？我马上来吼！我马上到吼！暴击拍袂上来，我拄啊迄人感到啊，人竟然是扛迄个大招靠在我身躯顶，我刚刚被喊到了，走不动了，袂顶袂动，打五块，唔是啦，我唔是咧期待伊，我是刚刚讲伊拄啊那是有注意看的话，但如果刚刚有利用那个凯撒。他可以把中塔直接拔掉，甚至是收到对方的头。我是讲伊多无去做这件代志，该可惜。那是假的，别忘天真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拍开哦，安尼随时拢会当接到通知。